可以了，可以。写你的小心愿吧，你不是想做美甲吗？今天这你不用写卡片上，那我直接给你做啊，可以啊，你写。哦吼，你太优秀了，谢谢猫老师，现在毛助理的感觉。这么沉，全能用得上吗？就是我带了很多颜色的那个什么东西，可以让他选择。你想要个什么样子？我想要一个太复杂的，我也搞不了啊。你随便整吧。好。练习胶找出来，酒精棉。哎呦我天！哎，你平时喜欢什么颜色？蓝色、绿色什么的，这种色系都可以。这种有点灰绿色。行，看上去很高级的样子。哎，都干啥呢？一直在这打开。挑颜色。我先稍微弄一下，先给你消个毒。我先给你稍微剪一下下。猫老师，你现在小尖尖的是咋用的？猪丝皮，这是一个猫老师未知的领域。啊，是透明的。对，这是底胶而已。做长的指甲，生活中不会很不方便吗？我做长的我不行。你只能这么玩。对呀、啊。那涂完真的会这样吗？现在不用，现在都烤。这个是啥呀？亮的。金粉。这是叫什么？这个是极光粉，就是它会亮，因为它这就是镜面的一个。但它又不是一定。但它是磨砂的。好了。哇、wow、哦！老师多担待啊。就坐立之手，哎呀妈呀，这长得折煞我了，看看吧，给大家展示一下子吧。哇哦，看到了吗？但我的手磕磕巴巴的，让我啃的，大家凑合看看吧。我看，哎，短是不好看，还是得长。我谢谢你，拍个合影吧，咱们。来。你就这样的来，哎呀，在哪儿？你拿吧，我还得展示我的这个。等我开业的时候就一定要通过。我跟你，我办卡。哎呀，你半夜我上你那办张卡。这样可以可以可以，你再往这儿来。可以，来，都这样。嗯。来啊。啊。哎呀妈呀，来你们这儿玩的披头散发的，开心吗？开心是快乐的吗？